我要请这位看起来很厉害的人。好，这个非常的有魔术师的 Chris， 那就是，你们都知道在那，我真的我看不出破绽，好吗？好，我们还是要回归采访，好不好？就是可以稍微说一下你们魔术社平常会进行哪一类的魔术吗？我们近距离魔术，然后舞台魔术、互动魔术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魔术都有。对，然后我们社课都会教，社课也有分舞台跟近距离社课。然后如果有想学花式扑克牌的，我们这边都有教，对，欢迎来我们魔术社哦。好，就是可以跟我介绍一下魔术社平常社课是怎么样进行的吗？是，对，就是直接教魔术吗？我们会有学长带，然后通常学长如果人数够多的话，我们就会一对一教学，对。那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也会分组，然后个别去互相演练、互相练习，对，两两一组啊，或者是大家。对着自己的朋友先练习，因为你在社课里面先练习好之后，出去外面变给陌生人看就不会紧张。对，这是我们的进行方式。哎，那你们练习那么多，肯定会有表演或是比赛，那可以稍微说一下，你们有哪些会参加比赛，或是有哪些表演吗？好，就在今天晚上6:30，大草皮前面的舞台上就会有我们的精彩的演出。对，我们有舞台表演，今天晚上6:30，6:30到6:50。对。然后之后我们的迎新茶会是在9月27号礼拜三晚上7点开始，对，欢迎大家来哦，当天会有抽奖，还有更多的表演。好，那我就问一个，一定大家都会有问题，就是我没有接触过魔术，那我会不会学得很辛苦啊？这个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大一很多新生进来都是完全没有经验的，然后我们会从很多基本的魔术开始带起，就是先让你建立信心。然后信心建立好之后，我们再开始循序渐进，教一些比较需要手法的或者是需要程序的魔术。对，所以如果没有学过魔术的话，没关系哦。像社长，这位社长，他大一才开始学魔术，高一完全没学过，高中完全没学过，然后从大一才开始学。对，然后他现在大三都当社长，而且表演很精彩。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都欢迎你们。好，那就是最后就是跟大家说几句话，说为什么要加入魔术社好了。为什么？你在这边缴了社费，在这边学到4年里面学到的东西，绝对比外面学到的还要多。而且我们社费在这边只要1000块，最多只要1300，然后3人团报或2人团报都有优惠，一定更便宜。没错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加入的话，你在这边学到的东西绝对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。对，绝物超所值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为什么女生的社费比较便宜啊？哦，你问到重点了，因为魔术社通常想学魔术的都是男生。啊，女生想学魔术的意愿比较少，对，比较少的话，我们就希望就是社费降低一点，鼓励一些女生来学习这样，对。那就是因为扫魔术就是要讨女生欢心嘛，这我懂。好，那我们就谢谢魔术社，谢谢。